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1915年生于湖南省，原名邓生阶。1936年加入中共，同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由于在北大学习只是为了给他的地下工作找一个掩护身份，因此邓力群并没有认真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是个挂名的学生，常不上课。期中考试有2门功课不及格，其中1门就是英文。在进入北大之前，邓力群认识了来自长春市的女中学生贺玲。贺玲的父亲曾经是东北军旅长，将贺玲许配给东北军一个师长的儿子。婚后贺玲不满，逃离家庭来到北京，先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后于1936年6月由邓力群介绍加入中共，并且于当年12月和邓力群结婚。贺玲很快怀孕，此时邓力群已经决定到延安的抗大学习。于是在邓力群进入北京大学仅仅几个月之后，邓力群夫妇就在1937年4月前往延安。两个人都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了教务处秘书和教员。两人后来在延安生下2个女儿。1938年5月，邓力群进入中共为培养理论干部而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7个月。学习期间，他被任命为马列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的院长由当时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兼任。邓力群在马列学院曾经与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是同事和关系很好的朋友。在这期间，邓力群的妻子贺玲也曾经在马列学院学习。在邓力群任职延安马列学院期间，他和李瑞的妻子范元贞有了交集。李瑞和范元贞于1939年年底被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往延安。范元贞到延安后即进入马列学院学习，邓力群应该算是他的一位领导。邓力群呢，这个人呢，在延安呢，我跟他并不原来并不熟，但是互相知道，那当然互相知道。1941年7月，邓力群进入毛泽东直接控制的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的政治研究室，同时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还有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后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范元贞于同年9月也到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国际问题组做研究员。陈伯达是研究室的实际负责人兼政治组组长，他是政研室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据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回忆，邓力群当时担任中央政研室的经济组组长，但是据邓力群在《邓力群自述1915至1974》记述，他开始时担任的是政治组下边研究国民党的小组组长。尽管两个人的回忆不太一致，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邓力群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属于中层干部，在延安整风期间，不仅自己没有问题，还是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整风整别人的主要人物之一，甚至亲自动手打过受到审查的人。在此期间，邓力群的妻子贺玲也从他的工作单位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为范元贞的同事。1943年4月1日，李瑞被逮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范元贞受到牵连，
成为所谓的被抢救的对象。把我抓了去以后呢，这就牵连到犯人身了，哎，这老婆们肯定有问题了，所以邓丽群就抢救他。在李瑞被逮捕以后，邓丽群作为中央政治研究室里负责整风的学习委员会委员之一，经常找范元贞谈话，进行思想工作。范元贞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抢救自己的邓丽群，把他称为老邓。实际上当时邓丽群也还不到30岁，显示他相当崇拜和信任邓丽群，两个人的关系相当好。例如范元贞在1943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老邓讲，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这话在以前听来我会生反感的，也许刚一听时还泛起了些许反感，但现在我好几次想起这句话，我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在5月26日的日记中，范元贞感觉邓丽群更能了解我的话一些，以后也可常找邓谈谈。在中共组织的教育下，在邓丽群的抢救下，时隔1个星期，范元贞就转向了，从同情李瑞变成敌视李瑞。他向中共党组织领导人了解情况，找过后来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和博古。范元贞在1943年4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是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除了因为认识到他是敌人，一切都是欺骗之外，整风是有莫大关系的。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范元贞在1943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说，想起他的名字，似乎是一个很陌生的人，这感觉整风以来就有了，我也曾不止一次告诉他。范元贞还说，几年来我也不曾对两人的生活满意过。他在1943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多么无聊啊，直到今天想起李瑞还保存着我对他幻想的美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共同生活的实际中，我不是也深深不满吗？为什么我还把他常美好的来想起？3年，哪一次他像胡兵这样对待过我，或是像老邓、李正那样，而我却曾比对别人都真诚地期望他，要求他这样对我。有时对于他给我的一点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我是那样的真实。为什么对于党同志所给我的如此宝贵的督促和关怀，反而不感到出自肺腑的真实呢？一面是党随时给我以我所求者，大量的关切的，一面是李瑞，我幻想他给我这些，实际上他没有。为什么我还想到他，而不是时常想起胡兵、老邓、李正？在对范元贞抢救期间，他曾经在小组会上受到围攻，逼他承认像李瑞一样参加了特务组织，经受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范元贞在1943年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25日，6个人陪了我一夜，我简直不敢叫他们失望。
那一对对的眼睛。好几次我有一个冲动，想说一个什么就算了，一想到他们的真诚就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开玩笑的，我的脑子连事实都不能想，要我胡诌就根本不行了。人们拼命劝解，以为我有顾虑，勇气不够，怕对不起李瑞，想的倒真周到。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没一句话可说，心情是淡木，我只有报以苦笑。革命的监狱生活常常也不妨，实在要结束我的生命，也不过是提早几十年罢了，还能不死？在邓丽群的帮助下，范元贞终于写出了几万字的揭发李瑞和反省自己的材料。他在1943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表示：“我不应该再做党的逆女，我绝不再伤母亲的心。我在不自觉中犯了错误，完全与特务搅在一起了，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今天我要严格警惕，绝不能由于党对我过去的错误提出问题，而与党对立起来。今天我是应该清醒的，我不应再有孤零零站在两群人之间的感觉，我要投向党的怀抱。”此时在范元贞的心里，李瑞已经非常不耻。范元贞写道：“我要仔细来回忆他如何从夫妻生活中来腐蚀我的，我有些为他那腐臭的思想而鄙视他了，近来更觉得补起来的多是最重要或最坏的，这王八蛋不知究竟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将来我倒是想知道一下，在我自己反省好了，党大概可以答应我这要求吧，不要加与他的断然绝缘，不让他有机会袭击我。爱人，我真不愿再把李瑞当作他的同义语，也不要了，要逐渐做到任何一部分组织就是家，工作学习就是爱人。”范元贞感慨地说：“两个月以前我给老邓说日子过得太快了，他说只要过得有意义，我哑然无话可说了。今天我开始体会一点了，生命的第23个年头还有好几个月，这几个月内我的反省基本上总可详细做完。第24岁起我还年轻着脸。”邓丽群常常代表党组织把范元贞叫到自己的窑洞谈话，常常谈到深夜。于是在邓丽群循循善诱、善解人意的抢救之下，在中共党组织的压力和教育之下，在对李瑞的怨恨之下，尽管范元贞是有夫之妇，尽管邓丽群是有妇之夫，范元贞还是抛弃了李瑞，投入邓丽群的怀抱，两个人双双出轨，成为情人。一天，邓丽群的妻子贺玲到邓丽群办公的窑洞去，刚好撞上他们两人睡在一起。范元贞起身穿好衣服，向贺玲说了一声对不起，便走了。还有一次，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有事去找邓丽群，结果邓丽群没有让他进窑洞，而是告诉胡乔木说小范在这里。胡乔木知趣的转身走了。这时人们都知道了这两个人的事情，包括中共党组织的领导。1944年6月，周恩来为了让李瑞参加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特批释放李瑞。兴高采烈的李瑞并不知道范元贞
已经成为邓丽群的女人。放出来之前呢，伯母就警告他们，给他妈妈说，你对邓丽群的事情呢，你绝不能够跟别人讲，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党有责任，把你们抓了，结果搞得两口子怎么分开了，是吧？哎，出了这么样的，出了这么样的大的问题，他妈妈的口子算答应了，很不光彩，对党也不光彩，是不是？伯谷不让范元贞把和邓丽群的情事告诉李锐，足以说明中共党组织不仅早就清楚邓丽群和范元贞双双出轨的事，而且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和处罚他们。我是1943年4月1号搬，1944年6月中旬大概是6月10几号放出来。我对他妈妈的感情是，那应该讲是非常非常深非常好的。那个时候我们是过礼拜六的生活了，他有他的机关呢，都是礼拜六回来。那个礼拜六呢，他就好像他没回来，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就到那个政治研究所机关去。当天晚上，范元贞不顾中共党组织的劝阻，向李锐摊牌，把他和邓丽群的事情告诉李锐，表示自己和邓丽群真诚相爱，他从心里敬佩邓丽群，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我放出来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啊，这个范文珍就把他跟邓丽群的关系跟我讲了，而讲他是真爱邓丽群。那天晚上两个人基本上没睡觉，他就谈到他的邓丽群的关系，谈邓丽群的关系，学邓丽群他们俩感情这么好。我记得我就根本没有睡，我就马上就走，我说那好，那好，我说那你们，我同意你，我们两个离婚好。回来了以后，我记得我还给李富春写过一封信，好像我同意离婚，一直告诉父亲我同意离婚，党不要干涉。后来李父亲还批评我小资产阶级。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对此事的态度并不统一，毕竟杯水主义在延安是一种革命的时髦。胡乔木曾经劝李锐说，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此时范元贞坚持要和邓丽群寻求真爱，李锐接受不了妻子的背叛，要和范元贞离婚，而邓丽群则坚持要和范元贞把爱情进行到底，并且要求党批准两人的关系。邓丽群与范元贞的出轨行为当时引起了舆论的大哗，面对邓丽群和范元贞爱得难舍难分，中共党组织在李锐出狱半年以后的1944年年底或者1945年年初出手干预，召开批评会，批评和处罚邓丽群和范元贞，以挽回他们两人沾污了党的审干运动行为的坏影响。啊，把邓丽群呢讲的是不能去体无完肤呢，那是把邓丽群的老底子挖出来的，就是没他没有组织纪律吧，这是政治性的错误，就是人家的对方，是由于党的怀疑啊，把人家关进去以后，你把人家这里过来，这个像什么话？对党，把党置于何地啊？这不是什么一般的个人主义。
Yeah.